年三十，然后我和墩墩准备去过个年。昨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，突然就是想去成都的周边游一下，我订了一个民宿。然后去崇州那边，崇州那边听说有很多的茶园，还有寺庙。走，我们出发去过年去。师傅给我们扔这儿了，因为他说他这个路太弯了，上不去。这儿有班车，师傅，这个湖好深啊！阿祖妈，안녕히계세요，안녕히가세요。夕阳，夕阳，后面是夕阳。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不是人呢。我们终于到目的地了。是不是关门了？是关门了。啊？我们在抄近道。小精灵，走不见了。相信了一年，你也能找到这样的爱情。我才不啊，姐姐！啊，姐姐就不啊！姐姐，我害怕。真的是。幸福的化身子就是我，名字叫露露，不寻常。我的脚也很酷。开1.4公里，我们就走到酒店。暂时。每天都是这么无厘头，被人生玩弄。小心点啊！姑娘，今天希望你脱单，我赚钱好吗？